已经没多少时间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带上你的人走。快快快快！不能见死人了，我没开玩笑。让他生，不，放我出去吧。给张让你好受一点，这就是我家，我哪儿都不去。近期卡莫纳地方武装势力不断扩张。他们策划了多起针对我国公民的武装袭击事件。科隆国防部声称将联合其盟友展开名为和平之盾的特别军事行动，以一万人。我们的中华力呢？听你们讲什么讲话，我们马上就要被全歼了。我们已经锁定了坐标，请求空中火力支援。部队已经彻底打散了，我没法统计伤亡情况。玻璃还是些明星出轨的新闻，根本没有人在意卡莫纳。快跟上！还没小心你上来给我们收尸的吗？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弹药了。铁头，你去支援东边。我啥？去东边。重组阵线，空中增援正在路上。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比起让整支装甲部队窝在山沟里，战死沙场对他们而言是更有价值的选择。起码，死也死得像条汉子。他可不是一个被荣誉感冲昏头脑的人，他把每个士兵都当作自己的家人，也正因此他不会做出过于冒险的决策，除非他觉得自己胜券在握。战士们尸骨未寒，至少让他们在魂归故里的路上清静一点。我们锁定了，雷诺伊尔上钩。